快看看这个人，我会花钱，因为我的出发点我是不想花，我会花钱，喜欢的我不会，举例在下面跟红花排队看，我就不会，我没有那个想法嘛，我证明是，是你想要看这个人他的一些纤维的动作，不是我的，对啊，哎，把他现在把他，他是要挣钱嘛，其实他是不能轻快，有想法要做嘛。可是为什么我没那个想法，我就不会去想？完全不会想啊！对啊，所以他这样讲是没有事，是吧？花钱会啊，对啊，说不能是五十，哎，对，花不花？等一等我就回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我会花钱，可是我不会，就是我会我的来，闭口舌啊！哎呀，我肯定有会的，你要开心我就不行了。哎，我是机会主义，哎。就拿话拿话来，就当成为第二 A 不？啊，你啊，你可以搞我包，包我都不让他包。